今天早晨醒得比较早，现在已经9:30了，就是全部收拾完了。今天我们要准备换地方，外边天气晴了，又是一个大晴天，好多苍蝇啊！对对，想起这个东西，昨天晚上吓死了。啊，昨天爬到我床上，然后我没看清楚是什么，手一摸，给蹭死了。这是我们昨天去摘的那个小木瓜，放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吃它。早晨起来就是洗漱、刷牙、洗头，揪出来吧这个。洗脸，全部洗完结束，用时5分钟。我早上起来洗脸都很快的，把这个毛巾擦掉。吹干，然后就是吸地。每天上午就是这点事情，大概要耗时10几分钟吧。窗户打开，我们今天就要出发了。哎，挂不起来了，好嘞。还望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看到没？这黑的一个小身影，一直在那等着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哎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遛弯儿，往遛迷路，遛完我们就出发了。到达今天的营地，看着一辆房车，一辆房车大家是不是都比较熟悉？也可以看到半斤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们的？哎，不是，他们是苏毅，为什么是？是他们吗？嗨 ，hello hello， 到了啊！哇，你们好快呀！哎，小鱼他们，我们已经到这儿了。好久不见了，半斤又在叫，半斤又在叫，他跟半斤可以玩。好，先把车展开，需要用的东西拿出来。开始准备做饭，今天我们要吃什么呢？人多吃火锅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？吃火锅省事儿。这样我们三个车就停得有点远，我们现在打算改变一下布局，因为它这边刚好是有竖着停和横着停的嘛，那我们刚好就一辆车停这边，一辆车停在这儿，还再有一辆车停在那儿，用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蛮好的。好，他倒个头把门冲到那边，我也去把车开到那边去。你宝贝，你又见到半斤了哈，没叫，好好表现得很好。小鱼他们现在把这个车移到横置的这个车位，我现在停在这个车位，然后我们就用中间的这个车位就好了，用这个车位，这样就可以把风全部挡起来，因为今天确实天气也不太好，大哥，阴霾。哎，我忘了把这个东西装在车上了，我还得自己手拎，这个点不太好。背着，拎着，想一下要吃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桌子先放这儿。提啥包啊？曼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怎么被套个嘴套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怕你乱吃东西是吗？还记得我吗？还记得记得，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认识我。就喜欢趁我站起来的时候突然袭击我啊，很贼的，他想趴我身上，但是他让我靠得更近一点然后再趴，还是老一套，
只要一停车，就要需要把驻车支腿、帐篷全部弄出来，不是帐篷，车顶遮阳帘。看一下，我把它先放下来。现在越来越迅速了。换营地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事儿了。下面再把遮阳帘打开。哎，他们已经打开了，这么快。现在就是这个布局，一个小院儿，又挡风，然后比较合理的利用空间。嗯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他一见人就先卧下，然后你一靠近马上扑起来。对啊。这个车型对比 ，B 型、皮卡 C 型、C 型，全了，对吧？各种各样，那边还有个货车改的房车，箱子里边呢，在所有的类型。这是阿龙烧的猪脚，这个灶还是挺好的，真的。这个灶我回头也要搞一个，特别推荐。各种大风天什么都不怕，我挡个凳子其实也是在挡风，就是它不会灭，不像其他那种燃气灶吧，它直接就吹熄了。然后我们还有饺子、鸡辣椒，他们叫垃圾面，就是用这个垃圾拌着面，这就是垃圾拌着面，垃圾面，垃圾其实是。看，急急忙忙的准备的一顿饭还是可以的。我要先尝一下猪蹄。猪蹄，感觉好像很烂的样子，筷子都能扎穿了。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问你第一次做，第一次做不会吧？但是我看你放的料是对的，还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我来，应该先放点，我来尝一个，不然有那个肉的味道。放糖了吗？放糖了，这个猪有放酒吗？没有，就是有那种放，对，所以放点料酒的话就可能会好点。吃完饭了，就我们现在要换一个地方，因为同样一个停车场，在另外一边啊有水有电，他就不用停在这边，洗东西也方便一点。他就知道要走了，开始又坐在前边舔嘴。出发，看我们新的营地，前面就是玉龙雪山，这边有人家的一个旅拍的一个摄影基地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停在右边这边，那边人家的照相。我们现在停到这个位置，这边有一家摄影店，然后他们的店在这边，这三辆房车都是他们的。然后说我们如果没电的话是可以去他门口那儿接电，水这边也有水在这边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挺好的，就是景区也可以进去。这边叫雪山花海，雪山花海在这里，这地方太棒了。而且我们现在刚这个位置比刚才大多了吧，就随便停了这边。半斤是最高兴的，是不是？搞定。这样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开着灯，有音箱也不会扰民，因为这个周围呢也没商家开门的，他们的商家这边景区在重新规划，所以很多商家都没有营业，只有他们在营业。因为他们是搞婚纱摄影嘛，人越少越好，所以这个就我们在这边就很爽。最重要的是雪山，在这边看玉龙雪山花海，这个雪山花海这个景区也是可以进去的，不收门票，现在没人管。范金来过来，范金来过来，过来范金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奔偏了奔偏了偏，哎没偏，啊没偏，哦比米洛强，米洛经常奔偏，半斤不会奔偏。大鼻头，看这鼻头多大，跑了。他们都去那边去看参观人家车了，我已经看完了，他们在人家车那边，看我们这边，这个镜头拍不到，这边就是雪山，特别好，安静。地方大，有水电，房车出行，
这种慢生活啊，其实就是找舒适，不去找极限。